邓倩生日快乐，祝你24岁本命生日能够啊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然后开心每一天，也祝你在韩国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，越来越好。然后这边就是马路啦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真的很接近自然。生日快乐，我是百度 iPad 4.8的店长二梦。先前在北五的那个视频呢有点太二了，所以我成功的完成。然后呢该到人生的时候，希望在韩国一切都好，保重身体。希望呢在来年的时候呢，你能带着 FS 多多来中国参加，也是期待在中国看到你更精彩的一面。然后呢尤其是多多来北京，因为你还没有来过北京呢。然后呢希望明年时候能在北京看到你。倩倩生日快乐，我是买着 iPad 4.8的店小二梦。其实在2010年你生日应援的时候呢，就想来到你的母校去看一看，然后呢但是因为准备时间太仓促，所以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吧。然后今年呢我们很早就提前很长时间就来准备你本年的生日应援，所以在今天呢iPad 4.8北京分会跟天津分会的代表呢就来到了北京岛。开始，冬天生日快乐，今年911豆包姐在韩国接机的时候送给你的手工相册就出自我之手，我是 FS 4.8的宋盖盖。我在北京等着你，等着姐一定要来北京找我们，我们永远与倩同在。宋倩你好，我是百度 FS 8的韩乔。那天气慢慢变凉了，希望你注意身体不要感冒，然后期待你们在中国开始活动，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在后方为你做好应援。宋倩生日快乐。倩姐生日快乐。嗨倩倩姐你好，我是百度 FS 4.8的新人甜妞。这一次去青岛的话我也去了，然后也是平生第一回看到你了。还记得当时你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在你后面一边追一边叫着倩倩姐你一定要回北京啊，我在北京等着你。会去你的母校的，然后今天我就跟着百度 FX 4.8的北京分会和天津分会的成员们一起到了北京大学，北京 Dance Academy， 我的英文还不错。宋倩生日快乐。2011年就是你的本命年了，我们就想说在你本命年的时候给你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，所以今天北京分会的一些成员就来到了你们母校，北京舞蹈学院，就想说来看看你曾经生活过、学习过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就是小朋友、大朋友或者跟你同样年纪的，热爱舞蹈、学习舞蹈的朋友们。我们就想说，你当初从家乡来到这里学习生活。怎么说呢，从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也许你看到我们录的拍的这些视频，能想到以前生活学习的时候，那些你在北京在学校的那些美好的时光。现在呢你又独自来到了韩国发展了，也许有时候会有一些孤单，也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寂寞，但是呢希望你能因为有我们对你的支持，怎么说，在孤单寂寞的时候，能成为你的一种力量。还有就是，明年希望 FS 能在发新专辑的时候多来内地活动，我们所有喜欢关心你的朋友一定会支持你。生日快乐，我是百度 FX 4.8的宋盖盖。因为知道你
回不了北京，所以我们把你的心意带到了北京舞蹈学院，你的母校。今天我们在北京舞蹈学院溜达了一天，然后走到了你哥哥已经走到的地方，我们看到女生宿舍，还有食堂，还有哥哥你的舞房，看到小孩，看到你曾经的不容易，你也是从那么小就开始在这边上学，我们看到了你的不容易，让你要加油，在韩国有我们做后盾，记得来北京，我们一定会追到你天涯海角。倩宁生日快乐，宋老大有事您招呼。宋倩生日快乐，倪振尊。倩，我是江苏人，我用家乡话给你说一句话吧。宋亲。